我老婆给我买了巨额的这个意外险，小夏开，那个嘛，哎呀呀呀呀，他那个也没不行，他没有跑，小夏没有跑，拜拜，下边见啊。我也紧张。随口说大马，大家好啊，我还在吉隆坡。这个是我忠实粉丝，哎，不是我夏先生，我才是，是吧？我才是。你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你是等于是没来的时候你就联系我，是吧？是，就要跟着做旅游。你看现在人家是，算怎么说？极力驻马来西亚大使。哎呀妈呀！没有没有，极力驻马来西亚代表。中国汽车制造从业人员。哦，谦虚谦虚。然后这位，这是小夏啊，这是老夏的儿子小夏。我的这是也是在做YouTube 对吧？口罩。对，要那个什么，要关注一下他的 YouTube， 你就会能解决一个千古之谜。在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就是穆斯林国家，一直困扰着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真主是哪儿的人？来，这个用你常说那句话说出来。阿拉桑黑尼，这个阿拉的意思是我来翻译一下啊，听到了吧？阿拉是上海人，这个谜团已经解开了。回头我艾特一下你那个 YouTube 账号啊，对吧？还有小月月，岳老板，岳老板第二间店不是第二间店，是新店、啊，恢复后的 Pavilion Two， 月底开张是吗？对，我还得来剪彩，月底剪彩，对对对，是吧？看我们美女，这个是岳夫人。以前是拉曼的大学老师哈，对，就是年轻的时候无知，去了一次北京开会哈，然后结果稀里糊涂嫁给了这个中国人，就说年轻的时候做的选择，得到年就是成年之后再负责任，然后这个就是小月了，这个是小月月，来看一下兄弟，看这儿，看眼睛还肿了吗？好多了，行了。这就说明什么？就是没事别去北京。这一个不小心就拉家带口了啊，就给绑住了。人都介绍完了，那我们来干嘛来了呢？看看吧，看看我后头吧。这是一项危险的运动啊！让写遗嘱了吗？写遗嘱不是问题，是我也不知道银行卡密码什么的，都是我老婆的，我就不用写了。我这我知道的事儿太少，受益人都是他们啊。我老婆给我买了巨额的这个意外险。徐清晨，不要站到那边，我撞着你啊！我这个有巨额的意外险，我老婆给我买的，这回。就看你发挥怎么样了。对对，能不能一夜暴富就看这一下了。妈呀！那天我大概问了一下，2000万啊，保额。真的吗？哎呀，还是美刀啊！所以我老婆特支持我跑步，说你一定要跑在马路中间，要有重型卡车的地方，你知道吗？说我可以在高速公路上跑步啊，一定要重型卡车。咔一下就特干脆的，你知道吗？就恨不得就是不能压过去以后，对，要抠出来，哎呀，不能有任何给不能给那个，没有任何生还的习惯的，不能有抢救的机会。这个不能给你痛苦。救护车来了，一看，然后不行，开走了又，然后没注意看是这个山头上下还是这个山头下？直接叫富贵纪念馆的人来了，一定要找一个高的，一定要找一个高的山头。下个星期要赶紧去联系一下这个保险。受益人他自个儿填的是他。这就是苦了我一个啊，幸福一家人就在这儿了，就在今天了。怎么你要什么宝贝？哇，你看看这个卡车，前头就坐仨。哟，这哥们儿脖子上还挂一块什么？星月，有信仰的人。我们现在是要坐这个皮卡上山，啊，到山顶上。皮卡上，这都是教练，这都是滑翔伞的教练。这有卡丁车。他这双珠子还真是老的。What's your name? Yasin Chun. Yasin Chun, I'm Kimmy. Nice to meet you. Hi guys.
Oh my god！ 这个开车上山比跳伞还刺激，先小小的先刺激一下。刚才觉得260有点贵，现在值了，现在值了。抽这趟车就值了，特别快。我也不行。Welcome to Jacob's house. 来来来，这边。妈妈，你跟我一起哟。哇，这个厉害！周易看着害怕吗？周易，周易，干嘛去啊？干嘛去啊？傻了？哦，你想看看，来看看看，看这个酷吧，这个飞机酷吧，嗯，就跟小飞机似的，嗯，这个厉害。哎，他们要做准备，咱们躲开这儿啊。哇，这个风景不错啊。他是他是教练抱着你，咱没一个人，这一个伞只能两个人，得有教练控制那个伞，你不用害怕，没事啊。人家自带音响，这个有意思。星辰，你的号码给姐姐看一下，你是多少号？60，你在爸爸前面。它是跟那个伞的重量有关系的，看，飞了。不行，没飞起来。他们在等风。啊，这个地儿啊叫 KKB， 什么什么什么 Park， 426米，不是很高啊，不是很高，看看风景。但是真的不是，虽然不是很高，但是风景很好。啊，马来小姐姐，那哥们儿刚才起飞失败了，没飞起来，还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你们两个小心啊，这是看风景的地方。又有一个伞飞起来了吧，啊，可以从飞机上跳伞吗？你看又一个伞活掉。那有没有飞机跳伞？哈娜，你下去以后就先照顾妹妹啊。嗯，她好淡定，我看对，害怕吗？不害怕，我看着有点害怕啊。你看人要跑，让你跑的时候你要跟着跑啊。嗯，你看这个好。都有20多公斤啊，25，比你重5公斤啊。你就是吃薯条吃的太少。你看他天天吃薯条，他比你小2岁，然后他还重，你一定要多吃薯条，知道吧？回头你大爷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回头我一会儿给你爸开个会，你知道吧？等你走了我给你爸开个会，哪能不让小孩吃薯条啊，是吧？那没有童年的没有薯条的童年那是不完整的。哎，有些往那飞，有些往这儿飞。他想往哪儿飞往哪儿飞。我听见了。哎，你这么快你都绑好了。好好好，祝你好运啊。天行者。行，我爸先跳了啊。唱一段。注意啊，脸不要先着地啊。我也要绑。哎，加油门了吗？
我也要绑啊！你看看姐姐这边也完了，我这拍不过来了，有点忙不过来了。你去拍你爸，你去拍你爸。随口说大妈，他大女儿也帮我。准备起飞了。这边绕到那儿，走到那儿啊。周易，爸爸在这看着你呢啊，不用害怕啊。你躲开，不要让那伞兜着你啊。对，往后站。我一起带上去了。对。好，汉娜。那个说大妈，他大女儿成功起飞。第一个。啊，老夏。也起飞了。好。你爸很兴奋，他喜欢失重感，他喜欢失重感。下去直接找姐姐啊，周易。哥，人这好，这个好家伙的，这隆重了，这好几个人带着跑。拜拜，周易。生下见。小月月，这个你这皇帝般的待遇啊，躺着穿啊。我的背景音乐就响起来了啊！啊，你还哎呦！蓝牙音箱憋得要要的。对呀、啊。那你不要紧张啊。这还有女教练呢，你跟着这女的飞吧。为什么呢？啊？为什么我跟女的？你靠着她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有啥？李星辰，加油啊！对吧？你要是靠着教练嘛。你看吧，我跟你享受。靠着。这就办上了，咱俩是一波的。你那个不要放在包里吗？你不用看那 GoPro 吗？小月准备出发了，小月跟小月准备出发了。Go！终于到我了，我这个稍微的有点害怕呀，但是已经没办法了。今天天气不错啊，就是你看天上全部都是云彩，不热不晒。嗯，老婆，拜拜，下边见啊。我也紧张。喂。Ya, kita ni terbang bawa semua sama kan? Saya terbang. Tidak, saya lagi sekali. Tahu. Hey, jaga yang ni terbang jangan jauh sangat. Hahaha, 小夏开。那个嘛。哎呀呀呀呀呀！他那个也没不行，他没有跑，小夏没有跑。You need to run, eh? Run faster. When I say go, you walk faster first. When I say run, run faster. OK. 不了，跟小张他们。不了。那个小夏等待救援的。我们要把伞拉上去。Okay, your name Kim. Sin. Sin. Okay, ready? Okay. Paragliding KKB Paragliding Park, Kuala Kubu Baru, Malaysia. Sin and Nasir, are you ready? Ah, ready. When I say go, you walk faster. When I say run, run faster. Okay, don't cheat, don't jump. Okay, ready? Okay, take off. Okay, moving forward, faster.Faster, run, don't cheat, run, get to be run. Yes, very good. Yeah! All right, now. And your hand inside? Inside. Okay, hand also.
OK. Move inside. Move inside. Okay. More inside. More inside. Okay. All right. Good. Okay. Okay. Good. Ah. Get in. Good. Andy. All right. 这个比我想的要舒服，它是个座。Raymond, don't come join us. Mm-hmm. 放低点，这个比我想的要舒服，因为这是一个座，你只要跑两步起飞以后，你坐这儿就可以了，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怎么说呀？不是说特害怕，你就好像坐一个很高的秋千，有风的时候它会晃，但是你看我很淡定啊，其实。我说话声音有点抖，这个怎么说，生死不怕，但是胆儿小。我们现在是在转圈儿，我们要盘旋。穿黄衣服的，他们是在训练。Okay, I'm back.有风的时候还是会觉着晃，我们一会儿也会有一个急速的盘旋。这是玩花。看，我们现在是小盘旋。Okay. Okay, approaching for landing again. Okay? And running, just set up your leg higher. Okay. Okay, set your leg higher. Ah, okay. Alright. 现在是降落，你要抬腿，他怕你脚会戳到底，然后他会告诉你跑。OK， 完美降落。OK, seems good. Enjoy it. Thank you very much. All right, thank you for playing with us at KKB Paragliding Park. Okay, hope can see you again. Okay, bye-bye. Okay, bye-bye.好玩吗，综艺？好玩。啊。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再来一次吗？再来一次。好好再来。哦、小心小心小心啊！我再来。One more time。One more time。行。One more time。我可以跟爸爸吗？不可以，爸爸不会，你得跟那个会的。
人家会的带着。哎呀，这个磕腿呀、啊！怎么样？害怕吗？哎，我儿子在这儿呢。啊，害怕。拍个降落，降落。哎呀，没拍到，没拍到，完美的没拍到。完美的没拍到。怎么样？腿哆嗦了吗？啊，你没看我现在都在哆嗦了吧？你没看我这两步走吗？